集装箱前十，中国占了七个，货物吞吐量前十，中国占了八个。黑德兰港不是德黑兰，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西北部印度洋岸港口，澳大利亚铁矿石输出港，位于西澳大利亚州西北海岸，港镇之东，北临南印度洋，西距大皮尔133海里，东北距布鲁姆坎258海里，温德姆坎812海里，距达尔文港917海里，北距龙目海峡706海里，人口 1.5 万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